谁？你是后来才加入的，在那边傻笑。我还没有选择。对啊。现在是第一印象。第一印象，你觉得谁？这五个了。你看一下，这五个，几号？这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每位都看起来各有各的特色。你不要讲他客套话好不好？这不是学妹了，你客套。谁一个？你们关键一票哦。旁边人不要左右他。三号。你看你陈冠希的帅哥。可以的，哎，要举手一下啊，三号。好烂哦！人气王比数，小维六票，松鼠两票，小娟四票，香味一票，安虎一票。究竟这位运动帅哥，谁是女生最欣赏的人呢？这只是第一印象，我相信点会呢，数字一定会大逆转，因为每个人的才艺啊，还有那个强度都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现在请五位帅哥下去换装，好不好？麻烦你们了，把专长秀给妹妹看吧。来，请。接下来练习运动帅哥才艺秀。我们欢迎五位英勇的战士。交完毕了啊！哇，都是老本行的衣服了。那先从一号开始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哇，我们比较好奇啊，如果是你这个蜻蜓啊，那现场怎么表演？用桨传接球啊？用桨传接球？你平常训练的科目是不是？嗯，算是。这会不会难呢？要有练啊，没有练也蛮难。传接什么球啊？水球哦，因为他们这个蜻蜓是有水球嘛，你们第四名就打水球。对，好，那也需要搭档吗？需要是不是？那欢迎他的搭档来，麻烦。好，那今天帮我们示范一下吧。哎，小心。用手吗？现在要换什么？现在要换用桨接球。用桨接球，好嘞。要抢镜头。再来，连续丢几个看看。好有搭档抢戏。抢戏，搭档抢戏。厉害！抢戏。怎么去？还有肩膀，还有为什么抢戏？没有，就是要配合，不要让他对，别球被传那么抢你。心机重，心机好。又来，花招，啊！报仇，就是报仇。到守门的动作，守门是不是？这个是跟足球类似，然后是结合了。路上的运动精华，对，所以也是要有一个守门员，啊，好，假装他射门就这样。对。你们都往桨丢啊，你要往旁边丢丢看。好。这是比较困难度相当高的一个。掌声鼓励一下！好，清起立。哦，这个也是相当难，也谢谢他搭档啊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所以这个你玩多久了？这个我上大学才开始玩。那问一下，妹妹觉得怎么样？很棒。他搭档是冷漠。那觉得阿金觉得很棒吗？嗯，但是他的。同伴太过分了。你搭档，你刚刚那搭档跟你很熟吗？很熟啊，他是我学长，因为他玩的比我久，所以技术方面比我还好。好，谢谢一号。我们欢迎二号松鼠。好可爱。搭档是我。
他这样不会当女人吧？对啊，不要笑！别偷笑！你不要逼我，不要闹他，但是不要让他们分心。好会演哦！小心踩到那，先把它踢掉。就像小松鼠偷果子，好可爱哦！另外还有急迫，对不对？松鼠现在是要进行急迫方面，常常急迫吗？不常，不常。今天是第几次？应该五次数得出来吧。五次数得出来。你不会怕它受伤吗？不会，不会哈。今天几片啊？十几片呢？十片。曾经有急迫十片过吗？有啊，有了哈。嗯，好。等一下受伤的话不关我们的事哦，最近爱耍帅哦。好，那试试看啦啊！掌声欢迎他，马片击破。现场烟雾弥漫的，你觉得自己表现得怎么样？可以。刚刚选他的请举手。雪伦怎么样？超级帅了。那会动摇吗？现在？不会啊。你觉得你选择的是对的吗？对啊。那阿金呢？可爱。这么可爱，捏越老捏越你可爱。一样，他认真的时候会让我去更觉得很可爱。还有谁选？你哪是选他啊你？你哪是选他、啊？你麦克风给他一下。你刚刚不是选他，你举手干嘛？哪有听见你举手？你刚刚选谁？他刚选谁？你根本是选一号啊！没在记啊！根本不选，我两个都好喜欢。是吗？那你刚刚是害怕他会跟你在家打架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想要跟他打。整个心花怒放了，表现得不错，来掌声鼓励一下，列入考量了哈。我们欢迎三号小卷。那刚刚看到空手道表演啊，还有划船的表演，会不会有压力？我已经输了啊。你觉得空手道酷不酷？嗯，厉害。那个讲的呢？讲的也不赖，也不赖，是不是？对你来讲会有压力啊？嗯，是不是？嗯，好了。那就两位麻烦请表演了。好，掌声欢迎他们两位。